台湾的台北角，一边是山，一边是海，非常的水。只不过是边仔的厝起了，唉，真歹看。以前拢唔知影要爱烧，啊，即卖呢，定做国家公园了后，啊，大家就开始讲，唉，原来才会当卖咖啡哦。现在知道说先来去家人吃海产，海产吃完吃来吃喝咖啡看风景，这样也是很幸福呢。现在生态也有在保护，所以你看远远那里有一只辣椒在那里飞。好，我已经过了一个幸福的下午，那么手机也没电了，多谢收看，再会。